在狮子王诞生之前，在美女爱上野兽之前，在阿拉丁释放精灵之前，小美人鱼就已怀抱成为人类的梦想。人类的世界，哇，他真的很潇洒，对不对？我不认为，毛茸茸的还一直流口水。那个孩子爱上了一个王子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他是人类，你是人鱼。迪士尼邀请您再度一同遨游小美人鱼神奇的海底世界，跟我一起唱。动人的音乐，浪漫的故事，难忘的人物。人鱼浮出水面喽！您最喜欢的小美人鱼。